最后一线机会，想不想再做一次努力？什么机会？你再去给他们演绎出自杀的戏。他们都恨死我了，就是我死了，他们也不会心软的。不会，不会的。我了解罗小红，你肚子里不是有个孩子吗？用孩子去求他啊，他一定会答应你的，相信我。不会的，他不会的啊，不会的。会的，会。他不会的。会，你听我的。这次是两条人命，会的，他们一定会看到姐妹的份上救你。咱们也不多要，你就要一半。你跟他说实话，全都说，就说你是为了救我的命，好不好？他们会答应你的，他们会答应你的，相信我，他们会答应你的，他们一定会答应你的。你来干什么？姐，我有话要跟你说。进来吧。我保证，明后天，我明后天一定赶回美国，保证把钱还给你们。Hello，Hello， 别那么多废话，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啊？求求你们，再给我两天时间，就两天时间，我一定还钱，相信我，我保证把钱还给你们。闺女，你快告诉我，你妈妈在哪儿？我妈早就不在了，太像了，跟万淑娟当年长得一模一样。阿姨，您怎么认识我妈妈？就是因为你妈妈和郭逸然，才害得我当了30多年的活寡妇。妈，您是说她是郭逸然的亲生女儿？当然了，要不然我怎么一眼就认出来呢？不可能。您弄错了，我爸说过，认识我妈的时候，我妈已经怀上我了。郭逸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亲生父亲是个华侨。我真恨死郭逸然，我恨死郭逸然和你妈妈了。他们俩背着我有了你，就因为郭逸然犯了路线错误，想见你妈妈有海外关系躲开。可是他就没想象。他们离开了，我和小红怎么办？不，您弄错了，真的错了。郭逸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当初我们俩分手的时候，他说他永远对不起我，他还说要把小红当做他唯一的女儿。我还以为他在骗我，可是没想到他这……不，这不可能，郭逸然真的不是我父亲。这件事我知道，郭先生起草遗嘱时候跟我说过，你确实是他跟万淑娟的女儿，老人家没骗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以法律的名义起誓，郭先生起草遗嘱那天给你录了一段话，让我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林，今天我录的这些话都是特别给你准备。我知道关于遗产的事情你非常恨我，可是我没办法，我不能把更多的钱留给你，我怕他把这些钱都扔到无底洞里，所以我在遗嘱里就给你留了80。明天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林林，你是我和你妈妈的亲生的女儿。过去我没有告诉你这些，是我把我心里的痛苦留在你的心上，就是我真怕韩军把你害过，害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到了那一天，你去找高律师，
我在他那儿给你留了一笔钱，一共是300万。这是你父亲留下的支票，本来我想等回美国以后再告诉你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看来你父亲所有的预言都验证了，那就当着几位的面干脆就告诉你吧。证据，证据，这就是证据。俊强，闭嘴，你们都听我说，都不许说话。证据，这就是我找到的证据。俊强，你听我说完行吗？你们都坐下。证据，这就是证据。你们一直认为我是疯了，你们一直认为我是疯了才去寻找那些不存在的证据，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清楚，我确定车祸那天我看到的一切是真实的。我只有找到证据，我只有找到证据才能证明我没有疯。整个事情一开始我就觉得有问题，可你们不信，说我是在做梦。不错，我确实是在做梦，就是因为我无数次的做梦才使整个事情清晰起来。我告诉过你，我是因为帮老爷子购药瓶才出的车祸，你不信你跟我要证据。但是我找到那个药瓶了，对吧？我说郭琳琳怀的孩子不是我的，因为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我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但是我确信一点，我没有干过缺德的事。可我没法证明我的清白，因为我还是没有证据。直到你怀了孕，直到郭琳琳的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我彻底绝望了。我没有退路，我只有一个选择，离婚。小红，我郑建强这辈子没有跟你撒过谎，我只有一件事是隐瞒了你，那就是我不能生育。我偷偷的去查过，是我不行。我也偷偷的吃过药，但无济于事。对你，我一直感到歉疚。当我得知你怀了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了，是个真正的男人了。但这一切似乎来得又太晚了，刚刚得到的又失去了。就是因为我没有证据，今天我终于找到了证据。为了这么个破证据，我什么都没了。我的家庭，我的爱人，还有我没出世的孩子。陆小红，我告诉你，我郑建强到今天为止，这辈子爱的只有一个女人。就是你。
这里头还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呢。你们注意看，这就是韩军说去西藏那几天录下的录像。我一看到这个女人，我就知道你是被韩军骗了，对吧？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叫艾伦，他是韩军的一个情人。在美国的时候，我好几次看到他跟韩军在一起。我还听说啊，韩军和玲玲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都没戒赌，拉斯维加斯哪个赌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说实话，你父亲一直都不相信你和韩军能走这么远，我也觉着你陷得太深了。那我先走了，争取赶办案的班机回美国。再见，老人家，祝您身体健康。好，谢谢，我送你。哎，你怎么了？啊？孩子，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好，二位留步吧。好，方律师，拜托。再见。哎，再见啊。再见。不远送了。再见。建强，你不怪我吧？不怪。哦，对了，有一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呢。DNA 鉴定书是郑毅赔掉的包，他跟韩军他们早就是一伙的了。怎么会这样呢？回头我再跟你说吧，我现在就去找他。那什么，小红，你别对他太狠了，毕竟他是咱姐。你放心吧，我会有分寸的。你看好给我玲玲，我一会儿就回来。玲玲，你干嘛去了？管不着。哎，你紧让我看着你，回屋。我去杀了那个王八蛋。杀谁？哎，别，玲玲，可不行，可不行。你让我出去，玲玲，玲玲，回去。知道，这不是等着你呢吗？你在韩军他们家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裴姐，我叫了你十几年的裴姐，
建强跟你那么亲，什么都听你的，那么尊重你，钱对你来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为了那点钱，连亲情都不顾，居然跟那两个人合起伙来骗我们，你有良心吗你？你摸摸你的心窝子，问问你自个儿，你把我建强还有燕儿当亲人了吗你？做出这种事儿来，你晚上睡得着觉吗？你不做噩梦啊你？郑玉培，你不用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我问你，要不是因为我揭穿了你们的阴谋，你现在是不是还做梦等着去美国分那笔遗产呢？因为害别人而得来的钱，你不觉着脏啊？你用着安心吗你？小红，你听。你是我们的亲姐姐，你这么做你怎么下得了狠心呢你？你知道我失去这个孩子我有多伤心吗？可怜的建强就在我出门的时候还叮嘱我，让我对你别太狠。你对得起这份善良吗你？郑玉培，我过去叫你姐姐，我今后还叫你姐姐，但是你记住了，我心里对你那份尊重没有了。因为建强，我放过你。小红啊小红，你现在怎么骂我都不过分，你要是真骂痛快了，我心里还能多少好过一点儿。原来呢，我还以为拆散你和建强没什么错，尤其是看到你住进了韩军家之后，我更觉得自己做对了。可万没想到你居然早就看透了韩军。事到如今，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没人能相信，我其实也是要抓住韩军的死证据的。你恨我，建强也恨我，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出来吧，老太太已经睡了。
他们答应你了没有啊？他们答应了没有啊？啊！怎么样？他们答应你没有？这是什么？没想到，爸爸额外给我存了300万。Oh my god！ 天不绝我，天不绝我，我爱死你了！你太伟大，救了我。哎哥，什么事儿啊？着急忙慌的。叫你快点，你就快点，我问那么多。哥，今天是怎么了？平常都让我慢点，今天你让我快点，我还不能问。废话，快开。你太伟大了。你老实告诉我。你背着我还有别的女人是吧？放开我！你说什么？我就把它撕了。别，不要。你早就想好了，拿了钱就要甩掉郑一培。贱人，你就是你的老婆！你要回来吗？你要回来吗？
从来没有爱过你，贱人！我就是要甩了你，我就是要甩了你！我就是不爱你，我就是不爱你！你把我弄疼了！我可以为了钱骗人，我可以为钱抢劫、杀人、纵火，你满意吗？你满意吗？
郑天强，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跟我回去见郭琳琳。郭琳琳，去他妈的郭琳琳吧！她的命本来就是我给的，她死了活该，死有余辜。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不跟你们玩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要你跟我回去见郭琳琳。我要是不答应你的，答应不答应，你都得跟我走。好，郑天强，我承认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你老婆。可杀人不过头点地，我求你高抬贵手，放我过去吧。没戏，跟我回去。郑天强，我求你了，求你放我过去，求你放我过去。我要去还钱，你知道吗？我快要没有命了。我真的要去还钱！我今天求我，我今天求你，就放我过去。我还了钱就回来，你怎么惩罚我都行，好吧？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没戏。今儿你就说破大天，你也先跟我回去，把郭琳琳的事了了再说。郑建强，你他妈逼我！今天不让我过去，我他妈撞死你！你就是撞死，我也不能让你过去。好，咱们就比比看谁命大。来呀，来呀！大家，大家。
这场骗局的始作俑者韩军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曾经救活的郭琳琳却被他在生命完结之前撞成了植物人，而且还亲手杀死了他和郭琳琳的那个腹中的孩子。老太太还是那样，多数的时候处于混沌状态，偶尔清醒的时候，她会焦急地恳求罗小红救治她刚刚接受的小女儿。郑一培的委屈终于被郑建强夫妇知道了，他们还知道了那张碟片也是因为郑一培做了小马的工作才最终拿到了手。他俩不但理解了郑一培的苦衷，而且更加坚信这个姐姐永远都是姐姐，一家人永远都是一家人。罗小红被同事们接回了医院，几个月后她被提升为副院长。她高兴的不光是职务的提升，还有一件更大的喜事正悄悄地降临到她的家里。郑建强终于在新年之际开上了他向往已久的贵宾车。只有罗小红知道，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期盼着那最幸福的一刻早一天来临。郑燕变得沉默了，没有人忍心问他是否还忘不掉韩军，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心里一定藏了许多许多不愿意说的秘密。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每个人都期盼着奇迹的发生，期盼着郭琳琳能再次醒来。然而奇迹是如此的姗姗来迟，如此的令人焦虑。10个月后，以罗小红母女以及郭琳琳的名义捐献的500万美元建立的救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基金会终于尘埃落定。一年后的某个清晨，郑建强夫妇期盼的最为幸福的一刻终于来到了，他们自己的儿子降生了，全家人一致同意给这个漂亮的儿子取名叫郑鹏鹏。我伤了吧，痛了吧，不去放了吧，散了吧，挣脱不听你的消息，你的自己算了吧，没关系。哦，逃了吧，忘了吧，没有剪了吧，断了吧，思绪忘了你的身影，你的背影去寻回我自己。是
情。